小周，下班下班。现在楼顶都装呼叫器了，18层，这个实际是19层了已经。减速了。现在公里上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在外面吃，花同样的钱去外面路边摊的话选择会多一点，包子米线啥的都有，但是在工地里面吃的话就是选项比较少，现在只卖一种，就是面，米饭人太少了，现在工地灶上也没有做。比起前几天这边人多了很多，摊位也多了，主要还是卖面，这边还有快餐，老板忙得顾不过来，都是自己动手打菜。你看米饭菜可以啊，收货不要钱。这边还有一个吃不饱不要钱的，羊两个，饼两个，豆腐还有蒸馍，三分肉啊。这是啥？老北京卤煮。啥肉这个？好，拉萨子腰，你做，走，18。18。嗯，两个，那做两个吧。好，拉萨子腰啊。啊。你一算就给我做，马上就好。这啥肉这个？肥肠、连心肉、后腿肉都可以加吗？三样都有，你放心啊，都有啊，里边有的都有啊。18人。对，这是豆腐还是饼？这是饼，那是豆腐，油炸豆腐，两片豆腐，啊，两片豆腐，两个饼。好，啊，我给你这里的。两个饼，两个豆腐。对。然后再加上肉，对吧？对，美得很，肉汤一搅啊。你看你一会儿看这个东西绝对正经，对，不得够了可以吃馍啊，都是免费的。这是连心肉。对，你看这肉美不美？美美。啊，肥肠一夹啊，肥肠。看，这大片子肉啊。对，它量很大这个。那你看这肉美不美？做辣椒，对，蒜泥，对，香菜，你放心，没几分，这一碗基本上是三分之一都是肉，对，加上汤，来端一个。好，轮到我了，老板开始做了。老北京卤煮烤香肉了啊。这些摊位基本上还是以卖面为主。给我也钱切着瘦肉啊。馍麻的，你早一说，咋样？瘦不瘦？可以可以。一碗肉，哎，来，你看这肉，烂烂不烂啊？小白炖卤煮，18块钱一碗卤煮，第一次吃。看这碗里的量，还是比较划算的啊。桌子上都有馒头，每个桌子上都有，吃不够了可以吃馒头。肥肠，后面呢就这还是人多。嗯，在那边吃实惠菜的人还是比较多，全是吃面的，饺子比较便宜一点。这二维码就用不着了。第二个馒头啊，其实在路边吃这个比吃大肉泡馍还有羊肉泡馍划算的多。大肉泡馍、羊肉泡馍基本上每碗都是10几块、20几块，而且里面肉特别少，这个肉就比较多了。有的已经吃完了，坐那儿晒太阳。这个屋子这一块还有太阳，坐这晒晒太阳。现在工地上人来的都差不多了，今天早上还挺忙的，今天得按时上，得上的早一点。中午吃的有点多了，三个馒头一碗菜，真的有点撑了，坐这刚好等一下电梯司机。